你这油门压到最大了。咖啡的感觉，我操！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拉出来！哎呀，这个绳儿！哎呀，上那个啊，二环拿这车，上两个。上完了，我也开一下。小伙子别急，走，你动得了吗？低一点，你动不了了，动不了。我操，前面堵死了，卡死了呀！前面堵死了，动不了了，真的。好嘞。毕竟不是那种越野车，它刹不住的。来，可以的。我操！可以的，我操！赶紧！再拍啊！低一点嘛。哎。哇塞！等一下，再来一遍。这里可以再来一遍，真的。我机位就位一下，我操！我就不知道底盘有没有受损，你知道吧？没事的，有橡胶垫，往从那边走，这个地方可以再来一遍。底盘要是进水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应该从这里是吧？啊，我站这边。哎呦，掉手里！啊，等一下啊，准备好了。妈的，把小。